玩家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电玩宅速配。哈，暑假到了，除了天气很热之外，现在台湾的游戏产业也是热闹滚滚哦。除了一连串的电玩比赛之外，现在连国内最大家的入口网站雅虎，没错，就是雅虎奇摩，也要进军游戏产业了。哇，他们要跟那个游戏新干线来一个策略联盟哎。怎么样的火花呢？好想看看哦，快点走。随着近来社群平台的普及，连带着让网页游戏如雨后春笋般的欣欣向荣。根据资策会统计，目前台湾上网人数达1300万人，而其中600万人为游戏玩家。有鉴于此，国内最大的入口网站雅虎奇摩日前宣布与游戏新干线合作，共同建立线上社群游戏平台。除了整合雅虎游戏频道以及游戏新干线，开辟更多元的游戏领域，甚至在年底将会提供多达100款以上的各类休闲游戏，开辟轻度玩家族群。而在行动平台部分，也会有包含平板电脑、智慧型手机等对应游戏开发。当然，两强合作也广开大门，欢迎更多游戏厂商共襄盛举，要提供最便捷的服务，拓展更大的社群游戏商机。好。